大家好，我是 Hutch 阿正。这次的登山行，我们要来去走土城的天上山。原本是规划要走台北天际线的石后段，到中和的外洼子，但是因为下雨而改变行程，改成轻松行，从捷运永宁站走到土城第一高峰天上山就好。这次的同伴是有树林种菜达人的老高同学，所以今天的午餐有福了。蔬菜方面全部都是由他所亲自栽种的有机菜。我们原本是打算借由承天禅寺的后门上山，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关闭了，只好绕到善习寺步道上去。又因为下雨的关系，石阶步道变得很湿滑，所以行走起来要非常的小心。我们大约10点多就到达望月亭，这是一处僻静清幽的花园小筑。眼见天空落雨不断，而且雨势还不小，于是我们决定就在这边休息，并煮午餐吃，偷得半日闲暇。现在就请跟着阿正的脚步来走走吧。这车刚刚讲了哈，无啦，我车在南球南，南球南啦，南球南啦。现在我们来到了板桥车站，准备搭板南线，沿着这个蓝色的线走。今天我们要来去走台北天际线第十段的后段，也就是从土城的天上山走到永和的外洼子角。现在在板桥车站，准备搭板南线到永宁站，然后再到承天禅寺南天母开始启灯。捷运来了，这一班就是我们等一下要坐去永宁的。上车了，永宁站到了，下车，前往二号出口。三号在红酒。来，出二号。到南天母的登山口，共振其实很多，有571、573、574、575、943、944，但是前面那四班571到575这些假日才有开，平常日943才有上南天母，944没有，现在没有车可以坐，我们准备用走的。现在我在永宁捷运站二号出口，我向红灯指认，准备要前往登山口。Go， 现在去承天禅寺第一站。现在时间8:15，这里是承天路，在200公尺左转，再右转有一个河滨的木栈道。走那边比较安全，可以直达童话公园的登山口。这里是承天路71巷，转过来，等一下在20公尺再右转就到木栈道了。这里就是石壁寮西栈道，我们现在来到石壁寮的木栈道，这里直接走就可以到达童话公园的登山口。现在走在石壁寮木栈道上，旁边这条溪就是石壁寮溪。我们现在来到赏桐步道，目前时间8:30。哇，在这个木栈道旁边还有樱花可以欣赏。现在我们要暂时上来接马路，然后还是有栈道可以走。好，现在我们要上去童话公园的山路了，比较好走。看一下这个指标，这条路也可以上接童话公园步道，我们就走吧。来到一处私人的停车场，私人停车场旁边
就有一条路可以接上上面的童话公园步道。在我的后面就是私人停车场衔接的童话公园山路的登山口，目前的时间是8:50，我们准备上去了。前方就是潮山步道、童话公园步道。来到一处岔路，这个岔路往右上去可以到火焰山，往左到成田禅寺，剩下 0.5公里。这里每几步路就有南无历代祖师菩萨的记事牌。即将来到成田禅寺，剩下250公尺而已哦。现在来到成田禅寺的后门了，我没开耶。这里是成田禅寺的后门，可惜今天没有开放。我们来到这边是9:03，进不去啊，只好走别条路。今天成田禅寺因为防疫的关系没有开放，我们只好继续走山路，走旁边这条往善喜寺的山路上去了。衔接道路是混凝水泥加石头那种，但是一段而已，接下来又接石板。在成田禅寺的正上方，我们刚刚岔路上来，这里有一个小凉亭可以休息一下。我们在这边先准备，然后理好路线之后再继续出发。目前时间9:10，走到这里我们要下切了。刚刚是成田禅寺的高绕路线，在190公尺就到成田禅寺的大门，好，我们必须经过大门。现在我们已经接成田禅寺的大门了，成田路继续往右边走，童话公园上天上山，先去望月亭休息一下。前方就是五路财神庙，童话公园的登山口就在这边，我们家要右转了，准备前进童话公园。这里是童话公园的登山入口，目前我们来到这边时间是9:27。沿途铺设的手法都一样，混凝土加上鹅卵石。这里是清溪步道，现在我们来到了一处休息的地方，先去躲躲雨吧。今天下雨还下得不小。现在我们来到一处唱歌的聚会所，来接马路。接下来我们走左边的马路下去约300公尺，去接天上山的登山步道。前方就是狮子亭了，这上去也是往童话公园步道的一个石碑，但是我们不上去，继续往天上山的登山口前进。来到这边是天上山的登山口了，我们如果正常应该是从这里上来才对，刚刚绕了一圈，多走了300公尺。这里就是天上山的登山口，我们现在要上去了。目前来到这边时间9:46，首先上去250公尺就是观月亭了。看这沿路的步道，从山下的童话公园开始一直到这里，铺的样式都一样，就像牛轧糖一般，点点的水泥加上鹅卵石，这种路好好走。距离望月亭剩下100公尺，来到望月亭就在前方。啊，今晚是第一样。哇，今晚我就第一啦，从那爬起来哦。这里的粉红佳人超漂亮的，樱花盛开。可以500万哦，就是伊家处理这条，这话讲这吼盛开的。这里就是望月亭了，就在我的后方。
好，海拔高度是372公尺。旁边这位就是我们今天一起爬山的伙伴。目前时间是10:04。漂亮的粉红佳人樱花。今天看起来雨势是不会停的。我现在在土城的观月亭，看来是没有办法再继续下一个行程了。原本预计要走的台北天际线第10段后段，要走到外洼子，今天就先保留不走了，到望月亭就好了。先在这边休息，然后等一下吃午餐就要下山了。目前温度15度，所以外面气温有点冷了。我们在这边野餐、住午餐、吃火锅，那用青地啊的白油，足香的。今仔日是爬山以来食了上澎湃的一届哦。内底这面是高粱的，哦，高粱做的面线啦，高粱面线。啊，够用规滴吧去白滴油。搁加干贝，搁加迄落黑仁，不够青草的，哦，真赞，赞赞赞！第二摊，我咱来啉汤，哇，这汤嘛足澎湃哦，内底有排骨，还个黑皮，还个啥？排骨、黑皮，花椰菜。花椰菜。包心白菜。包心白菜，还个青豆仁。哎，青豆仁。美国芹菜。美国芹菜。差不多啊。哇，这全部拢是阮高先生哈，老高同学所种的哦，太厉害了！哇，真是有机又好吃。好东西要与好朋友分享。我们在这边吃了登山以来最丰盛的野餐之后，我们要往天上山走了。今天就摸一座山就好了。走了。目前时间12:45，前进天上山。现在我们走在天上山的登山步道，气候凉爽，没下雨了。来到观月亭，天上山就在观月亭的旁边。前方这里就是成天禅寺，然后再继续往下看下去，看到一排车子在走马路，哦，旁边那里就是永宁捷运站，再继续往前看有一座桥，那里就是成天桥，土城到树林之间的桥。成天桥再往左看，我们可以看到树林焚化炉，哦，就在这里了，好，哦，前方土城树林，再过来左边就是莺歌地区。等一下，这里就是观月亭。我们来到这边，海拔高度420公尺。目前时间12:56。天上山离这个凉亭大约5公尺里，就在前方。去看一下，来到天上山，就在这里，这也是一座小百岳啊。哎，山顶山，这里就是天上山，而基石就在底下这一颗，好，它同时也是小百岳之一，好，小百岳第18号，它是一个三等的三角点。哦，编号呢是1099号。周围视野一级棒，左边呢这里可以看到台北跟土城树林三峡，右边呢越过那个山脉就可以看到新店，
东永和地区，完全没有遮蔽物，所以可以看得很远很宽。离开天上沙以及它的三等三角点小百叶十八号，今天我们的台北天际线地后站未尽，只走到开头天上山，因为下雨我们就作罢，改天再来挑战。要下去了，准备回永宁捷运站搭车回去了。我们又下来接马路的这条是成天路，天上山观光步道就是这一条。看一下我们去年来走的枫树林道，现在都已经结果了，地上掉了一堆的果。这个就是枫叶的果实。哇，现在我们要接红花公园的步道下去的，早上就是走错才会多走300公尺。早上走清溪步道上来，现在我们下去走赏萤步道。看一下，这里是赏萤步道70公尺，总长570。现在我们又回到了成天路，出赏萤步道，来到了南天母路的入口了。这是成天禅寺的高架道路，直接开到庙城。早上我们走西边的道路木栈道过来，应该要走这个斑马线，然后从这边上去才对。好，这个才是正确的登山口。我们继续往前，又多走了一段马路。这里就是桐花公园朝山步道的登山口，直直去就可以到成天禅寺。回到永宁捷运站，就在前方。现在在永宁捷运站，我们今天原本的目标是走天上山到中永和的化学化石角，台北天际线第十段步道，但是因为沿途不太下雨，所以我们就改变主意了，只走到天上山，然后后半段下次有机会再来走了。谢谢各位，拜拜。目前时间2:50，3:24，我再回去。Hehehe